盘色系就是我现在只选了四只，我先看一下。我在试那个颜色，你可以在旁边稍微试一下。好，差不多。就像我们彩妆术也要稍微在旁边手背上自己试一下颜色，画画也是一样哈。好，就开始画。轻重跟为什么要先画这个？因为是练你的轻重了嘛，所以轻重到达这边也是要跟它什么一模一样哈。轻，这个要练转笔，因为这很容易就色铅笔很容易就钝掉了，所以要练转笔。你会发现我们会慢慢的这样转笔，你会发现我画色铅笔特别慢，因为这真的要费一点力量在上面哈，比铅笔还要费力。好，第一层就画好。你如果怕搞错，你画完就摆在旁边，这样就不会搞错了。然后画第二个稍微用点力的。如果你喜欢画听音乐的话，你可以自己戴耳机听音乐，有没有？边画边听音乐。我以前都是听那个，我以前就顺便听，我都是听西洋歌，顺便念英文。因为西洋歌都是唱英文歌，有没有？你就听久，你就听力，英文听力会很强。好，你看是不是就很明显的，要吗？然后开始画，继续画，继续画。其实画到这手会开始酸了，这个地方会很酸，这是这几个地方。你以后捏男生就会很强，这样一捏就很痛的，因为你的指力这样超强的。这真的是练指力。然后你会发现我这边都没在动，你会发现我没有这样子，我动的是哪个地方？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只是转笔啊，你不要这样，等下抽筋了。这可以训练专注力，就专注的那个，因为你这个会画之后，你又画到那个。人的彩妆有没有？你会发现你的手很稳，就是人家动你一下，你都那个不会动，因为是这样练出来。然后记住，你发现我画的时候，我都尽量很平均，有没有？你千万不要有这样子。所以有人画画，忽然这边会多了一块这样。有深有浅吗？对对，千万不要这样，这是错误的。所以就一直加深，一直加深。对，然后就整个破掉了，有没有？因为太认真了，变三 D。对，变三 D。不只有深浅，还有那个远近的感觉。好，那就直接这样画。其实越小面积越难画，因为要施更多的力量的，更容易来回。容易来回，不要来回、啊，一去不回啊！对，你不要阿丘这样一横的，那就重画呗。这个是重画，那你不要睡着，那个口水这样滴下，然后就变晕了。因为真的有，我们这边有一滴，应该是口水。戴口罩。对，睡着了。
画到睡着，可能画一直练练到睡着。他是这样，你应该要给他加分、啊。有有有加分的，或者汗水这样滴下。老师，那你这个要框吗？什么框？这个我刚那个不用，就这样了，就不用框了。你刚才加速已经有那个远近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再看刚才暖色系，是不是就合体？合体。嗯。所以作业就是一个什么数。